大家好，我上好。这个法豆汤豆呢已经出院了，但是那段时间没给大家拍视频，一直照顾我们亲戚呢。这个家伙出院挺长时间了，这么长时间也没带他洗澡，现在的伤口恢复的也都差不多了，今天带他来这边洗个澡。因为天气冷，所以说考虑一下带他去宠物店给他洗个澡。小家伙身上也挺难闻的。小家伙洗完澡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和刚才不一样，这一下子变化太大了。其实他这种小家伙，其实你看不出来有多脏，但是他身上是味儿是比较大的。小汤豆洗完澡，一下变帅了，变漂亮了。你看，你把他，你抱他，他两个眼睁得老大了都，看谁眼睛瞪得大。还有人说我像汤豆。你瞪大眼睛像汤豆。刚刚带小家伙洗完澡，然后那个医生说也是，小家伙现在刚做完手术，现在目前正在恢复阶段，不能吃太硬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就算它是内固定的话，也是容易脱肛的，是吧？给他弄点罐头吃。对呀，琪琪，琪琪你吃吧，你光抢啊！哎呀，这个罐头好。咱们糖豆已经接回来有一周多了哈，对，一周多了，然后恢复的还挺好的，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粉丝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哈。咱们这两个小家伙，一个是糖豆，一个是琪琪，才能够有今天在小院的幸福生活呀。琪琪，你不吃了？嗯。小糖豆就喜欢吃，多吃一点。咱们刚刚做完手术啊，这多吃一点，术后恢复也是比较好的哈。姐姐，你想吃什么？啊，姐姐，琪琪看，你看啥呢？啊，小尾巴摇的。你看糖豆吃的多香啊，慢点吃啊糖豆。给琪琪喂点药吃，
他那个胰腺有问题，还得给他吃点胰腺的药。干什么？这个小丑是不是不想吃啊？琪琪说我不吃药。啊？嗯，不吃药。吃药。吃药好的快啊，琪琪。起来吃药药，吃药药好的快啊。琪琪，哎呀，真棒！琪琪，哎呀，真棒！糖豆会吧？呵呵，糖豆会不会？糖豆不会，糖豆不会接。来，琪琪，琪琪啊，你看那两个眼。直勾勾的看着阿豪手里的火腿肠，好吃吧？哎呀，他接东西可准了。糖豆，你也想吃啊？糖豆不会接。连嚼都不嚼，今天。精神饱满。